今天啊，我们在诺邓古村呢，正好赶上一户人家办婚礼。诺邓村人在重大的节日啊，或者是喜庆的日子里，都会摆上五碗四盘的传统美食。五碗四盘是云南省云龙县山地白族接人待客的传统菜式，一般是五道热菜、四道凉菜，分别由大碗、大盘盛在上桌，作为待客的佳肴。五碗四盘具体的菜肴并不固定，但菜肴的颜色和摆放的位置十分讲究。这个五碗四盘呢，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叫做天圆地方。嗯，什么叫天圆呢？中间这个五个碗呢，就组成了一个圆形，就天圆地方。地方呢，就一二三四，四个盘子在四边。这就是四形的。那么这五碗是有讲究的，啊，中国是讲五行的嘛，也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理念：金、木、水、火、土。哦。金是在西方，属金。木在东方，嗯，它叫青色的，嗯，啊，南方呢是火，红色的，北方呢是水，黑色的，中间是土。近两年，诺邓村出产的火腿腊肉声名鹊起，村里便有人专门新添了全腊肉的五碗四盘。哇，这个真的是要过年了哈，这么丰盛。这些都是腊肉做出的。啊，这个松肉也是腊肉，啊，这个也是猪蹄，也是腊肉，啊，这个北方的这个黑肉啊，也是腊肉做出的。中间的这些呢，就是五碗啦，四面的四方，你看这些都是当地的特产，是火腿，嗯，啊，香肠、血肠，这个生火腿，生火腿，就是都是腊肉做出的。这种白族改良的待客菜肴一经推出，立刻受到人们的喜爱。在诺邓吃五碗四盘，菜肴全部用诺邓的火腿腊肉做成，传统的辣味，全新的吃法，自然招来了尝新的食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同样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评论家董平先生，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的云南省云龙县的民俗专家杨希元先生，也欢迎您。那在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腊肉的做法哈，我想先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到底什么肉叫腊肉？这个音呢，现在来讲是应该有两个音，一个是腊肉，一个是西肉。有一种呢，就是说在腊月里，就是冬至以后进了腊月，那个时候杀猪以后腌制的那种肉就是腊肉。还有一种肉就是干肉，这个干肉这个腊肉，其实在这里呢，它不应该念腊，这个音呢应该是念稀。啊，那后来是怎么样发生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后来呢，就是说像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一到了这个冬天，它也会做，就是进了腊月，它会去。做一些肉，完了加一些盐，这种风干、吹干，因为也是在腊月里做的，大家也习惯把它叫做腊肉、腊鱼。就慢慢的呢，这种做法越来越多了，就把那种经过那种烘干呀、熏烤啊这种东西的腊肉混为一谈了，而且这个西字呢也不常用了，所以就统称为腊肉了。嗯，我想问一下杨先生，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出来的腊肉？那我们那个地方呢，就是山区。所以呢，它这海拔要高一点，所以呢，它酿出来的东西呢，它可能酿过的时间要长一点。那为什么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诺邓，还有其他地方哈，都是一定要吃腊肉的呢？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是以前这个食物供应不是那么丰富，也不是那么及时，一般杀猪。要不就是重大节日，要不就是过年，过年都要杀年猪。但是杀了年猪之后呢，大家又不会马上把它全部吃掉。其实腌腊食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完全是因为出于对食物的保存，那就是过去那种条件无奈下对它的想出的保存方法。但是这种保存方法延续下来以后呢，因为时间跟自然又给了它一种新奇的味道，一种醇香的味道，让人们逐渐的越来越喜欢它，而且形成了我们习惯的一种口味，代代这么传了下来。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五碗四盘，可能是诺邓的一种做腊肉的新鲜的做法啊。其实我听说在这个村子里头呢，关于这个腊味的做法和吃法还有很多讲究，我们再看记者的调查。
这是一部两年前热播的纪录片，这两位主人公就是诺邓村的村民黄桂生和他的儿子黄树江。和江上这部纪录片让黄桂生和他的诺邓火腿广为人知，每天都有几十人来到他们家点名要吃黄桂生亲手做出的腊肉。除了常规的吃法以外，在他开办的小饭店里还供应一种专门生吃的火腿。这就是您家火腿啦？啊，是，这就是我家的火腿啊。哇，这火腿不错啊。哦，这只火腿呢已经是两年以上了。两年以上了？哦，三年的还可以生吃。哦，那像您这个是三年以上了吗？我这个就三年以上的可以生吃，那你尝尝吧。是吗？哦，真能生吃。生吃，试试看啊。尝口。啊。哎呦，真薄啊。对呀，你试试看。尝一口。挺好看的啊。哎，真香哎！它的这个口感呀，跟那个煮了半熟的肉味道有点像哈。对对对。但是吃到嘴里呢，咸咸的。这三年以上的火腿呢，吃起来它一吃进去呢，好像有点盐巴味。对。很快就香了，爽了啊。所以您这人都特别爱吃了。哦，我非常喜欢吃，我看不是越吃越胖了吗？你也是越胖了啊。好好，我也越吃越胖。黄桂生的老伴儿是自家饭店的大厨，他研制出一种炒制米饭的新方法。这种米饭有大米、糯米、火腿和香葱，起名叫火腿珍珠饭。您能让我尝一口吗？可以。嗯，哦，我直接用这个了哈。您来给我弄一下，直接吃了哈。嗯，可以直接吃，小心烫哦啊。好香啊，这个火腿啊，它的香味完全浸到了米饭里面，我现在整个嘴里都是这个辣味儿，都是香香的这个火腿的味道，非常的好吃。哎，你也吃一口吧。好，您吃一口。阿姨我受气。太香了。好吃好吃。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火腿，我觉得真的是他吃的我都已经馋了，我都饿了。嗯，我听说好像今天那个杨先生也给我们带了一些辣味儿，是吧？对，能不能让我们也尝一尝？我就从他们家里面弄了这个生年的火腿，生火腿。啊，三年的生火腿。哎，这个就直接可以吃了，是吧？直接可以吃，你可以生吃。您也尝一块儿。啊，生年的生火腿可以吃。嗯。两年都可以了，但是上年的好一点。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就三年的。它这个肉呢，嗯。虽然都能够嚼得开，嗯，但里面吃进去它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这可能就是本身生肉的它一个特质啊。嗯，而且吃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吃的那个肉的那个香味儿，时间的味道，时间的味道，所以吃起来很醇厚。嗯，其实火腿生吃啊，我觉得不管是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还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基本都是配着蜜瓜吃，就是甜瓜瓜片来吃，对对，比较干一点的瓜片来吃。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解决它的咸，又可以让那个甜味让它那个猪肉这种醇香呢得到更好的一种挥发。嗯，而且可能这种交替着吃就是一种清爽和这个肉的这个浑厚，对，相互交替哈，那种冲撞出来的另一种味道更好。对，那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说这个火腿必须是三年以上才可以生吃，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因为三年以上的生吃，它因为这个它毕竟是生的，你处理的再好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或者寄生菌在里边，但是经过这种三年那种盐跟自然那种变化，这些东西就不会对人体再造成危害了。我们平时到了云南以后，可能经常会吃到这样的火腿哈，就我是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下饭的菜，就是单这一盘肉腊肉，你跟那个米饭拌到一起，就会觉得特别好吃。那比如说，关于这个火腿，还有没有更多的好吃的做法？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好吃，就像你在云南经常吃那种铜锅饭，比如说你新鲜的松茸下来以后，把这个火腿切成粒，跟那个松茸也好，牛肝菌也好，还有青蚕豆瓣，拿那个沙包跟米饭一起焗了出来，香的简直不行。我觉得刚才那个是非常好吃，我吃过那个饭，但是我还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油，如果再少一点油，就让那种火腿的香气把那个
充分的跟那个饭结合起来的时候，那种香气你不可阻挡的香，你知道吗？它是那种沉香，而且是厚实，就是它那种是跟你说有冲击力的，而且有沉重的那种击打力的香气。我觉得今天这个。今天这个聊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饿了哈，只能是拿那盘腊肉解解馋。那我想再说一说，比如说火腿也有其他地方也有做，比如说浙江地区哈。浙江有金华火腿，咱们中国几大名腿嘛，金华的、江西的安福的、江苏如皋的、云南的宣威的，其实在大理白族人家那种山区基本上都做这种，都会这样做。对，那像不同的地方他们做火腿的方式是不是也会不一样？一般的来讲呢，他会做什么蜜汁火方啊，或跟另外一些材料配起来一起蒸煮做一些菜，或者就拿火腿出来来吊汤，因为就是高档菜肴里面那个所需要的那种高汤一定是离不开火腿的。这是其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很少东边的火腿很少有生吃的，因为东边的这个火腿呢，它第一个它生产就是制作的时候啊，它那个气候还是比较潮湿，它就不像在大理它是山区，尤其在制作火腿的时候那种清凉干燥的空气，还有它特制的那种盐，对这个火腿的品质的这种造就，是东边这种低海拔地区不能比拟的。吃这个腊肉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什么人要少吃或者尽量不要吃？看来只要身体可以，大家都可以吃。像火腿也好，腊肉也好，它滋味虽然很香，就是很能调动我们的味蕾，让我们享受到你那种吃东西的那种快乐。但是由于它毕竟还是这种陈年的，好像是我忘记哪种含量比较多。就是亚硫酸钾还是什么的东西含量比较多，它还是尽量的时候不要多吃，就是偶尔尝尝其实就可以了。还是取食有度啊。对，取食有度。能够尝一尝美味就点到为止可以了。其实我听说现在呢，关于这个辣味的做法还产生了很多新的创意，我们再来看看记者的调查。火腿腊肉是诺邓村几百年来的传统食品。古村开展旅游后，为了适应游客需求，村民纷纷尝试传统腊肉的新做法。他叫杨家全，家里的老屋有上百年历史了，门外还长着一棵高大的榕树。杨家全和丈夫利用老屋开了客栈，起名大青树。由于房屋古朴，加上位置很好，住店的客人络绎不绝。第一次见到杨家全时，他正在院子里做腊肠。你们这做什么呢？我能试试吗？好，让我试试啊。这有什么就讲究吗？就是得慢慢的压。这跟你们配合好啊。你们这个做好以后要怎么弄呢？这个啊，做好以后把它刮起来。刮起来以后就晾干，晾干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哦，只用挂起来晾干就行了。哎，它是不是得放在那种风大一点的地方？可以啊，行。好了哈，这一根肠子就完成了。对对，就完了。哇，能成那么大的一根给它。是啊，这是不是我力气大一点就能那个肠子也能大一点？这还真是我第一次哈做这个腊肠，特别有意思。它看起来那么大，但是它做起来其实还是有讲究的。杨家全最拿手的是烙制烤饼。这种饼过去是赶马人吃的，可以带在路上十几天不坏。杨家全改良了烤饼，用诺邓的优质火腿做馅儿，烤制出香酥可口的火腿烤饼。做烤饼要选用两年以上的优质火腿，先用刀刮去表面上的杂物，反复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斩成大块，去除骨头，精选肥瘦相间的肉块，就可以做馅儿了。烤饼的馅料除了火腿外，还有核桃、芝麻、蜂蜜等配料，调好咸淡口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包进面皮了。烙烤饼的铛最讲究，
上下都有炭火，让火腿的油脂受热均匀，面皮酥松。您怎么想起用诺顿火腿来做这个烤饼呢？因为它很有名啊，诺顿火腿很出名啊，所以我们就想把火腿让客人都吃到品尝到这边的火腿。怎么样，客人觉得？很喜欢啊。刚才我看那个腊肠真的是就是出乎我的意料，它感觉已经像管道那么粗了，对，那是拿什么做的？那个它的有猪肠子，猪的大肠。猪大肠那么粗啊？猪大肠那么粗。这个诺顿的腊肠呢是有三四这个品种的，主要呢是有一种肠子的叫做我们叫做血肠，又叫豆腐肠，就是把豆腐或者这个其他一些佐料先配合进去呢，然后呢灌进去这个大肠里面。东北那样就是做那个血肠一样，把猪血做成豆腐状，跟其他东西配起来，灌在上面，做成那种血肠、血豆腐、血豆腐样的，血豆腐肠，对，我们当地人就叫血肠啊，一般又说豆腐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肛，用猪肛做的肠，叫肛肠啊。猪肝做的肠啊，叫猪肝肠。还有就是其他的，一般我们经常说的香肠，那就是其他猪肉啊。叫猪肉，碎猪肉的弄在一起。那个云龙县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羊啊，山羊啊特别多。所以有些地方还有个山羊羊肉的肠，羊肉肠，也都是做成腊肠。这个做法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对，其实我觉得山羊也好，猪那个血豆腐肠也好，它还是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变化成各种各不同的形式，就是利用了这种不同的调料、不同的形式，完了不同的部位，让它让这个猪肉或者腊肉菜肴变得丰富多彩，就是腊肉菜肴的原料变得丰富多彩，让时间把味道产生变化，完了让他们成为不同的美味佳肴。对，那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还看到那个烤饼哈，为什么赶马人以前要发明这种烤饼，也是为了方便携带储藏吗？其实完全是这种需求出来的。马帮走路的时候带着它，它既可以迅速的补充体力，又有味道，又好吃，又便于携带。但是它现在是作为旅游产品出现了，它已经把它这个品质和卖相上都做了一些提升。所以它的创新现在是不是味道上的，是外观上的，是吗？应该说味道上也有。也有。以前的烤饼没有这么讲究，以前没有，真的没有这么讲究。都有哪些变化？应该说一个呢就是它的馅，刚才董老师说的，它又大，因为诺顿火腿出名了嘛，对，所以他把那个火腿，做馅呢，他可能要，可以说他推销的力度也好一点。那么在中国用辣味做的美食还有什么？我觉得太多了吧。你说湖南菜的什么辣味合蒸，广东那个辣味煲仔饭，有辣鸭、腊肠、腊肉。就是刚才说猪肝肠等等做的那个煲仔饭，像杭州那边有风鹅、风鸭，都是辣味的东西。那种风干其实也算是辣味。也是辣味，也是辣味。看来这个辣味还真的是一种天赐的美食哈。对，而且是经过时间沉淀以后才能够品尝得到的。对。那么这种美食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都有冬至后杀猪做腊肉的习俗。诺顿村的腊肉出名，好的猪肉是首要条件，其次是因为是用当地出产的井盐。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盐腌制出来肉就好了？这个盐里面呢含着钾啊，而且这个盐呢可以讲说它是井盐，它不是海边那个海盐，所以这个井盐的它的成分可能跟海盐不一样啊，所以云龙这个地方的盐呢，它腌制出来的这个食品啊，肯定要味道要特殊一点啊，所以我们说辣味辣味还是跟我们的盐有关系。清晨，黄桂生和他的儿子在小溪旁搭建炉灶。前两天，黄桂生身体不适，请人砌出的炉灶熬盐时非常费火。如今木材金贵，井盐的成本已达8-9元一斤。但腌制腊肉必须使用当地熬制的诺顿井盐，黄桂生只好亲自上阵。1年前，黄家办起了腊肉厂，需要的井盐更多了。
腌制腊肉只有冬至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这时整个云龙县都在腌制腊肉，皇家需要的井盐只能自己熬制。虽说是腊肉厂，但制作的工艺与自家院子差不多。这些火腿要在厂房里挂上两年以上才能出厂。重量一年比一年减轻，它因为它水分减小之后呢，就是说火腿呢，就是它的香味就越来越浓。你看这个，这些的话，你看，哎，实际看起来这么大。其实这个腿的话，大概新鲜腿的话在25斤左右。哦，好硬啊！哎，嗯，因为这个是已经一年挂了，就是当一年的火腿，然后呢到两年的话，它就缩成这样。哎，变成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在16斤多一点，16斤左右。如果说3年的话，可能就要还缩小到14斤左右，还要减1斤左右，1斤多一点。黄树江还向我们透露，他在开发新的产品。过去一头猪只选两条后腿腌制火腿，现在他试验用肉猪的其他部位制作腊肉。黄寿江和他的父亲啊，因为一路纪录片而走红。他们以前呢，一年能生产1000多只的火腿，现在啊，能生产2000多只了。你看，现在他们也建造了这个工厂，也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进行生产这个火腿了。这看起来啊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生产的这个火腿，现在还有家乡的味道吗？嗯。其实这也是抛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哈，原来我们说这个腊肉都是刚才说火灶上面啊烟熏，经过时间的沉淀，但现在看是工厂制造的了，它还能保持原来的腊味吗？我觉得它还是手工制作的，就是还是作坊似的，只不过生产规模扩大了，因为以前只是他爸爸自己做，后来他儿子来了，就是以前一个人做1000只，现在两个人做2000只，说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觉得其实决定它的品质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和它的盐，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也看到了，他们是在用那个井盐制作哈、啊。杨先生，这个井盐我看还挺贵的，8-9块钱一斤了吧？那现在为什么不考虑说用其他的盐来替代？因为这个盐它本身含过钾。你有其他的盐，它也不好代替。这个诺顿火腿之所以有名，真的就是刚才董先生说的，它的这个原材料，那个实际上中国给我们的那个就说是大自然馈赠了嘛，大自然馈赠给诺顿川的川民这一口盐碱，它生产了2000多年的钾盐，用钾盐腌制出的火腿是它的特点。对，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地方的盐跟它这地方的气候以及它这边的物产的相密切相关的。你如果拿诺顿的盐去腌金华火腿，可能也不对了。所以它会有它自己特殊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叫一方水土养出了一方滋味。是的，一方水土一方滋味。今天跟两位专家聊，还真的是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哈。原来以为这个腊肉啊或者腊味啊，它就是一盘菜，但是没想到它还有那么不简单的一些做法。或许可能这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菜也有同样的道理，看起来简单，但是我们或许也可以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来过我们的新年。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